如意金箍棒。让我去想一个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的话，我肯定第一个就想到了孙悟空。我是王瑞林，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，现在是一个野生艺术家，来到北京16年了，现在计划要做一个个展，10年创作的孙悟空集中的展现一下。你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吗？你做的是金沙马会的。你知道孙悟空是干嘛的吗？表演大家啊，表演艺术家是吧？孙悟空是个表演艺术家啊。二维空间的东西和三维其实中间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的，所以我基本上直接去在泥塑上解决问题。造型，包括你想表现出来的内容，基本上都要在泥塑的这个阶段把它完成。因为我从上大学就基本用这种泥，就都用的这种灰色的啊，应该是产自吉林的一种水性的胶泥，它的质感有点像陶泥，它的比较细。质地比较细，然后它的吸水性啊，包括它的凝固之后的这个硬度啊，都比较合适。自己名字叫什么？姓王还是姓刘？还是姓赵？姓王啊？姓赵。姓赵啊？赵悟空啊。最难做的应该就是气氛，气氛是一个抽象的东西。比如说他眼睛的大小啊，眉弓的高低啊，你怎么给人带来安静感？我心中的超级英雄，他穿的衣服一定是一个有灵性的，每一个甲片都是主动的聚合在孙悟空的身体表面的，所以我把传统铠甲做了一个融合，也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删减。所以呢，孙悟空他有两个兽面的肩甲，两个兽面的这个犀甲，有一个鬼脸护腹，加上他自己的脸呢，他其实是有6张脸，他是六神归主，能够找到自我。做雕塑一上手肯定是懵的，是机缘巧合做了一些佛像，它里边居然有那么高的审美的标准。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一个完整脉络的是西方美术史，就很多条条框框在框着你，所以你在创作实践的这个过程中是一点一点的把它剥离开的，慢慢的就会找到自己的想要的这个东西。